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的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切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佛子行》当中的这个六波罗蜜多啊，就是六波罗蜜多里面呢，就是讲这个不舍世界安忍啊，就三个，这个波罗蜜多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讲的是，精进波罗蜜多。那么精进波罗蜜多，在宋词当中这样说的：微尘自理上消尘舍，勤如扑灭燃陀火，饶以众生功德愿，具足精进佛子行。那么，我们一般实践当中呢讲，这个小乘和大乘呢就不管是从发心上、精进上，以及这个行为上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就是认为所谓的这个小乘他们这个修行呢，就不是很精进，获得的果位呢，也不那么殊胜，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看法的。但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始终认为是小乘是不精进，其实小乘呢也是很精进的，因为小乘呢唯一的就是像自己获得寂灭的这个果位啊，不管是声闻也好，缘觉也好，都想远离这个轮回，离开这个烦恼，然后呢自己就像这个趋如寂静的这种涅槃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愿望。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的话呢，他们也是要这个经过这个长期的就是要这个勤奋努力啊，就尤其是这个小乘有些修行人的话呢，真的非常这个精进。以前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公案当中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小乘修行者是特别这个精进的。那么现在也是人们所称为的一些小乘国家，就是像这个缅甸啊，还有一些斯里兰卡以及泰国的这个部分学人的话呢，那么他们也是这个日日夜夜的是相当相当的精进了。那这样他们想希求自己的利益的这些小乘士呢，在这个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这个精进。这种精进的程度呢，就像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头上已经这个着火了，或者衣服着火了，放在着火的时候呢，他这最快的速度去扑灭它，就是这是这个他最最这个勇猛的一种这个精进了就勇猛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像那个获得自己的这种利益的这些人的话，也是用这个最大的这个精进来信持。就性子散发。那他们小乘士也是这样精进的话呢，我们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度化无量的这个众生，已经这个有了这种誓言了。那这样的这个大乘修行人呢，为什么不需要精进我们的这个责任更重人种道愿，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发了这么好的这个心呢，就是然后每天都是这个睡懒觉，就是合不合理呢？就是不合理有一个企业家，就是他接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工程和项目，就是整天都是睡觉的话，那别人会不会讥笑他？就是应该会的，因为他接了那么多的这个事，然后他自己不去做的话，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想的？就可能会这样想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就小乘是自己想自己获得解脱，在轮回监狱里面自己获得解脱的话，如是需要精进的话，那我们不单是要自己解脱，还要就是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我这个天天的是这样，这个不精进是合不合理？就绝对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作为菩萨的话呢，就是饶益一切有情的这个功德的源泉，就是菩萨就是饶于有情的这个功德源泉那么就是我们就是不精进的话呢，那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就是具足精进就是这个佛子行就是一定要这个具足精进。没有这个具足精进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饶益众生和菩提呢，就是绝对也是得不到的。当然这个精进分的话呢，就是魁加精进色次三法精进，饶益有情精进。像那个首先呢，就是我想我以前就是太难度了，不行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呢，我一定要这个精进，就披上这个这种发愿的这个盔甲的话呢，就是这叫做这个盔甲精进。让我从今天开始呢，凡是有关就是心识三法的这个行为呢，我要这个就进行这个去数。那这样的这个发心呢，就是叫做是摄持，是就摄持这个善法境界。让我从现在开始用自己的一切行为，一切这
这个什么这个力量呢，就是全部就是用在这个饶益于情方面的话，这叫做是这个饶益于情精简。所以我们有些这个不管是得地还是不得地也好，就是有些人呢，真的是这样想利益众生的话，那就是白天就是不休息，晚上不睡觉，就是宁可自己呢，就是愿意就是生病或者是这个操劳，就是但自己的一切行为呢，全是为利他而赚的，就这就是真的饶益于情境界了。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的话呢，以后非常这个希望啊，就是培养这么一批人呐，就真正是这个利益众生。我们现在天下的这些众生特别的可怜呐，他们很多都没有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个教育，就是让每天都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忙着自己的这个硕士，也没有引导这个三知识来引导，所以呢，就是以后非常这个需要呢，就是舍弃自己的。然后呢，一定要有这个利益他宗的这个发心者，这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需要。如果这样的这个利益众生呢，就是没有这个经济呢，没有这个勤奋努力的话呢，那就是也是不能这个成功的啊。就前面《如心论》里面我们也学过，就是精进真菩提，若无缝不动，无情复不胜，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精进的话，那就是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菩提啊，就是根本得不到的。就像我们世间的万物没有这个缝的这种吹动的话呢，它不会动摇的。同样的道理，就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呢，全是依靠这个精进的这个吹动力才能去产生的。因此在这个汝中论呐，就是月称论师也是说了，就是功德界随精进性，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出世间和世间的一切功德、一切善根呢，就是全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精进而这个转的啊，就精进而转的。因此呢，就是大家都是在这个修持善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就是具有这个精进。就是现在世间人也是，以前那个高尔基呢，就是他也是认为是这个世间的这个天才呢，就是出于这个气，就所谓的这个天才是没有的，就是都是通过这个精进而得来的，就是也是有这种这个说法。但是这一说法呢，就是可能是也有偏向于这个唯物论的一种这个说法吧，就是这个前世的这个离根和这个顿根则呢，就是众生的戒心当中是有的。但是通过这个精进和不精进呢，就是前世的这个业力呢，确确实实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这个精进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这个功德、一切智慧呢，就是也不能就是获得的。所以佛陀在这个《正法莲珠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诸佛一根源啊，即是懈怠，也就是一切这个祸害的这个根源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懈怠。何由一懈怠，彼无一切法，就是任何一个人呢，就是他如果具足了这一个懈怠的这种烦恼，懈怠的这个烦恼的话呢，那就是他的一切这个文思修行也好、禅定也好，很多的这种功德啊、智慧啊，就是就没办法这个增上的。为什么呢？这样这个懈怠的一懈怠的话呢，那每天都是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到了这个9、10点钟的时候还在这个像猪八戒一样，就是呼呼就是然睡着啊，就是那这样的话怎么会这个增上这个功德？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是这个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就是这样这个仅仅的话呢，很多的这种学问也好，或者说自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应该是越来越这个增上，尤其是心的力量是不可这个思议的。只要是有心的力量的话呢，应该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有些人认为说啊，我现在不信了，已经认老了，就不应该问死，现在好好的闭关了。现在好好的那个就是念念注意就可以了。其实也不能这样，自己把自己就是退休了，这样不是很好。就是国家还没有退休，家里还没有退休，然后我们佛教团体还没有让你这个立休，你自己呢是自己对自己就是搭上一个老人的这个记号，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前一段时间有些新闻当中我看见那个这个印度总统啊，就是是60年以来就是印度第一个女总统，就是她是这个今年72岁，就是那么72岁刚刚上任这个总统，我当时这个大吃一惊啊！我们这个世间人，有些人的话呢，可能到了这个72岁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说是国家的总统，连家里的这个主人都可能当不上了，就是觉得是啊，我现在老了，就是肯定不行的。我有这样的，其实有时候心的真正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我们有些人到了这个40岁、50岁、60岁的时候啊，不行了，不行了，我该死了，该死了。最后的话呢，真的这个心也没有力量了，身体也没有力量了，就是慢慢就是随着自己的这种这个业力，或者说是随着自己的这种这个发心而会这个转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文思佛法方面的话，那大家都是一定要这个精进啊，就心此散发
是真正的这个在人生当中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以前那个古人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精进的观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凿壁偷光，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吧，就是在这里面呢，古人呢，就是他。要这个看书啊，就要这个学习的时候呢，自己没有条件，就是当时生活是非常这个穷苦。但隔壁的这个隔壁人呢，就是又晚上有这个灯光，然后呢，就是他中间的这个墙啊，就是弄出一个洞，就是通过这个洞里面呢，就是这个光啊，就是借用这个光，就是让自己这个看书，最后呢，就是变成非常这个有名的人。还有一个近代的人呢，就是他也是看书的时候呢，就是就没有这个钱呐，就是没有钱。就像我们当年刚来这个学院的时候呢，有时候买没有的这个钱也是没有的。不要说是当时电蜡烛，就是当，然后就经常呢，就是在这个月光下，就是就看书，就是觉得是有了月亮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心里非常舒服，就是然后那个当时那个近代的一个叫做是迟隐呐，就他也是就觉得自己呢，就实在是没有这个财物啊，就是卖那个灯火就后来就是他到了这个夏天秋天的时候呢，就是看见很多这个萤火虫，然后把这个萤火虫呢全部就聚在一起，就是通过这个萤火虫的光来就是。自己就是看书学习，最后呢，就成了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了。就在实践当中是，有对实践的这个学问呢，就是有如实的这个精进的话，那我看我们现在呢，真的很多人的条件呢，就是太优越了，条件太好了，但是呢，就是不修行，就是每天呢，就是要么这个散乱，要么呢就是昏沉，要么呢，就是将自己呢，就是随着这个自己的烦恼转。有些人呢，就情绪不稳定，就这是最大的一个毛病。就今天呢，还想好好的这个学习啊，就是背几个诵词啊，很好很好。让明天呢，就是好像真的是已经这个子弹中伤了心脏一样的，就倒下去了，就不行了，就再也动不了了，就是没有这个精进心，没有这个爬起来的这种念头了。那这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持之以恒的啊，就是要持之以恒的。不多啊，格西也是以前就是说过，说是这个为成佛之前的话呢，我们要这个精进，就要持久的精进，勇猛的精进。还有呢，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持久的精进，勇猛的精进，不断的精进吧，就是应该有这个三种精进。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可能勇猛的精进就长期具不具足，就自己也可以看。那这个不断的精进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那你这个两三天就是精进，然后两三天又倒下去，这种态度呢，就是真的是不是很好的。所以我看见有些老和尚啊，就是从小都是到这个晚年之间呢，就是一直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进。这种精进呢，我们应该就是非常的这个熟悉。就是前一段时间也讲过吧，就是那个海城大拜师的一些出家人呢、啊，他们的话呢，就早上。晚上10点钟这个睡觉，然后早上那个2点钟起来，然后每天呢就是保持只睡4个小时，就是然后日中一时。很多亲闻记者就是问他们，就是那这样的话你们身体能罩得住啊？当时妙显和尚说：“哦，可以啊，就是生活可充实了。你看我身体这么好，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就是只睡4个小时，就是这日中一时都很好，都很好。我以前我在大连的时候也是见过，当时他们请我到哪里去，但是我当时确实，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寺院呢，就是对现代这个人来讲呢，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不同的特点，就是是这个因为不慕金钱呢，就是与很多的这个寺院呢，就是完全这个风格是不相同的啊，就是不相同的。当然，内心当中是他们有什么样的调性呢？就是我也不好说。就如果内心没有调，我光是这个外表就是这样性质的话，那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我现在是也不会，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必要吧。就是如果内心没有调伏，就是对佛法不相应，就是在外面做这些形象话呢。就没有任何必要。其实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呢，真的有很多人是非常这个精进的。就像我们当年刚来这个学院的，大概是可能也有10来年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会以自己的这种这个，也可以说是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黄金岁月吧。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羡慕。就是可能一生当中是就是再也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一种这个机会。我看见我们这里的个别的道友啊，就现在年龄也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么就现在仅仅呢，就是背这部论典，背那部论典，然后每天都是这个听佛道啊、讲课啊，生活很充实的。真的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呢，我觉得是人生当中是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也许呢，你们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就是绝对是最这个羡慕的。现在有些大城市里面的有些居士呢，真的也是非常这个精进，这一点也很佩服的。因为本来跟我们这个不相同的，就是我们这里星期天的时候稍微自己洗个衣服啊，就这些都可以。现在很多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呢，每天都是这个这个忙碌，就是整个这个工作啊，自己家庭的事情。星期天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时间，但是这个也是偷偷的跑到那边去一起学习啊。就这种机会是真的很难得的。这没有一点精进心的话呢，中间可能就是都会倒下去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佛法呢，的的确确就需要精进，就是一切功德呢，就是依靠这个精进而这个获得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这个了解。那么下一个颂词就是金女波罗蜜多啊，金女波罗蜜多是当知至观双云礼，一次摧毁诸烦恼，真是超越四无色，修习参顶佛子性。那么这是那个金女波罗蜜多，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当我们一定要就是了知什么呢？就是了知这个机智和圣观，就是机智呢，一般都自己这个心呢，就是对这个三法方面就一元按住，就是这样的这个机智。然而对一切诸法的本体呢，就如实的了知。就真悟的这种空性智慧啊，就是这空真悟空性的智慧呢，就是叫这个圣观。然后对这个任何一个三法方面就一元安住的这种这个心呢，就是叫做是机智。那么机智和圣观双运，就具足就是安住，也具足呢就是了知，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这样的这个智观双运呢，就是它能摧毁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个轮回的根本，一切无明烦恼，就是一切这个摧毁呢，就是一切无明烦恼。那么如果这样的这个机智双运，智观双运呢，就是具足呢，就那就是让这个获得这个解脱的。没有这样具足的话，那就是不能获得解脱。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超离这个四无色界啊，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然后无所有之合，无所有之合那个非相非非相天，就是那么总共有这个我们这个无色界当中呢，就是四种处，这四种处的禅定呢，就一定要这个超离。我们现在做禅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能想说一切都是一时的，一切都是像虚空一样的，一切都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那这样的这种分别呢，就是最后结果我们会转生到这个无色界。所以我们修禅的人呢，就是大家都是要一定要这个注意，一定要具足圣观的智慧。什么叫具足圣观的智慧呢？就是知道世间当中所色的一切万法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体性，全是按照中国根本回论里面所觉知的那样这个空性。这样的空性智慧来奢侈的这样的这个禅定呢，才是非常保险的啊！就现在的有些人呢，真的是那个这个修行禅定过程当中呢，觉得害怕，觉得导师这个出问题，就是光是按住一个机制的话呢，那也不合理的。我们现在禅宗里面呢，当然就是有个别的高僧，他的所传下来的这个禅宗的教言呢，就非常殊胜的，一定会是超离这个三界而这个去入涅槃的。但由于一部分的话呢，就是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窍诀，就是每天就是光是无所所愿吧，就是一直安住这一缘当中的话呢，就是害怕到是堕入这样的境界之边。那么就是远离这样的这个机密，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如于这个无色界，或者呢就是如于这个世间的阿罗汉的出世间的阿罗汉的这种这个境界啊，就是这叫做是远离量变，就是以大变心呢不会就是如于这个机密的变，以智慧呢就是不会如于这个世间的变，就是三有的变，就是超离这量变的这个禅定呢，我们一定要这个修持，就是那么这种修法呢，就是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大乘佛子的这个行为。所以要这个修智观的话呢，当然是这个要寂静，就是首先是要这个以前那个噶当派的有些大德所讲的那样，就是我们要远离就是一些嘈杂的。和一些红尘，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禅定是这个修不出来的啊，修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入心论》里面也说了，就是心以涣散者，危险祸亚见，就是如果我们心一直这个分别啊，妄念当中的话，那就是那这个人是很危险的，已经在烦恼的这个鸟牙之间呢，就是还有说是容什么若从旷险行，殊难无见于就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像这个大象一样的，就是让它自然这个放纵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后我们一定会是就是甘受什么这个无间地狱的这种痛苦，就是因此呢就是大家经常怎么说啊，就是以真知真念来就是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心是不是一直这个放松了，心一直放松的话呢，那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分别念呢，就是这个永无间断的，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真正这种这个入定的人呢，还是这个很难得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就是
怎么说啊，就是这种入定的人就是非常多，就是有一次佛陀面前来了一个女的，就是然后就是她一直入定，就是然后文殊菩萨来了，文殊菩萨来了，就是她一看，她说这个女的怎么回事，在佛面前入定呢、啊？你在干嘛？就是然后她就一直贪吃啊，就是叫她出定，哎哎哎，就出定，她一直就这样打坐，就是一直入定。然后那个就后来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用神通，就是把他就是带到那个33天，就是他还醒不过来，然后又拉到那个18地狱，就是又醒不过来。那醒不过来的话呢，就后来佛陀告诉他，就是你虽然是大菩萨，就是但是你没办法的，只有这个王密菩萨呢，就是可以让他从入定当中这个醒过来。在那个时候，一呼唤那个王密菩萨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出定了，就是开始出定了。那这种这个现象呢？应该是这个现在可能就是比较少的。不过以前那个寻老和尚啊，就是寻老和尚当时在这个终南山有个叫做是狮子岩，在那里就是做茅棚呢，就是当时那个也是这个下雪啊，就是下雪就是特别寒冷。然后他当时住那个鱼头啊、住鱼头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住宿，然后这个入定一会儿，就结果呢就是入于这个很长时间的定。他旁边的有一个修行人，就是他好几天当中呢，就是没有看到老寻老和尚，然后他那个下来一看呢，就是在整个茅棚的周围呢，全是老虎的这个脚印，没有这个人的脚印。然后他觉得是到底怎么样，就是是不是老和尚被老虎吃掉了，就是有点害怕。然后一进呢，就是一直这个入定。然后他用那个汉地的法器，用那个磬，就是用磬呢，就是使他那个出定。就是结果他这个出定之后呢，就问老和尚，你这个吃饭了没有？他说是我这个。什么鱼头呢，就是马上这个瘦了吧。然后一看呢，就是鱼头呢，就是已经那个就发脉了，而且发脉在上面呢就是结冰，就是已经那个很长时间了。然后那个修行人呢就是说上，你现在可能入定的已经就是半个月了，就是他因为可能是在冬天，就是几月份，就是最后已经这个第二年的这个正月份了，就是所以呢就是一入定的话呢，就是入很多很长时间的定。可是我们现在凡夫人的话呢，就是真的就有时候入定还是很困难。难的，昨天我的想是，我现在那个除了一天一堂课以外，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天天的闭关，我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这个做菜，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做菜，然后做餐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冷，就是然后我把那个衣服就是用其他的这个衣服来抱着这个身体，后来一想还是比较冷，就是最后不知道突然一个念头呢，就是想哎呀，这边学校里面的好多的那个几百个学生呢，就是可能冷得不得了，就是看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分别念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勇猛，就是一直向各种这个对治方法来，就是压，就是压不下来，就是后来哎，这些人就是真的，就这么几百个人，就是全部是依靠我而来的。那现在他们真的动了，怎么办呢？外面现在越来越冷了，我看怎么办呢？然后我想马上要打个电话，就是然后。有把线借上，我说不能借，就现在做餐的时候有把去掉，我想最好是做细间吧，就是、最后呢。就好像也忍不住一样，但就然后电话没有打，就然后心没办法，就是弱，就是一直是就是胡说乱想，就是所以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我自己啊，就觉得是非常这个惭愧。但是真的没有这个入定，没有这样这个修行的话呢，也是很难以就是获得怎么说啊，就是很难以这个获得真正的这种佛陀的这个密意，就是在这个学记论当中也讲了，就真善而入定，方知佛所说。就是佛陀所真正的这个究竟的教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个入定，就是才能获得的。我们不管是对人生难得也好，菩提心也好，光是口头上这样的天花乱坠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让你真正就是安住下来，真正去思维的时候呢，就是才能就是让这个品尝到就是它的真实的这个味道。就是否则的话，那就是我想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无著菩萨就是他也是在其他的一些教言书里面说了，就是说是没有参顶的人。那就是不会这个不能见到这个法性，所以呢，我们要修无念相的等次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就是修这个无念相的等次，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是应该压制这种自己的分别念，因为凡夫呢只能压制，如果没有压制的话呢，整天的是就随着这个七情动念而跑的话呢，真的有点困难。但是我又一种很明确的这种干怎么说啊，就是干属呢，如果外面做的事情特别多啊，那这种人是很难以心静下来，就是。今年的
的话，那就是我这个 routine 最差的一年，就是因为外面办学校，就是做很多事情。现在怎么想的话呢，就是这个分别念就是突然出来，就是最后呢就没办法了，就是真的没办法了。所以以前高僧大德们呢，就是都讲，就是要这个修禅定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舍弃一切琐事，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呢，要观修四往无常，就是这是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们的这个教研。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这个教研的话，那你要这个从事弘法事业啊，从事这个事情，从事那个事情，同时呢，就是你要按组织四方呢，像我这样的人来讲是有点困难。当然，获得自在的人的话呢，以前法王的有些那个教研里面也是说了，就是弘法尼僧的时候呢，就像什么那个盖山王这个就出品一样的，就是就性子。然后那个入定的时候呢，就像仙人坐禅一样的，就是入如不动，就是那对于高僧大德和一些真正这个就修行人来讲是可能能做得到的，就是今天我到哪里去弘法尼僧啊，就是然后就是什么这个禅定，就以禅定的这种色泽下呢，就是到哪里去，然后呢在哪里就是有时间的时候马上就是坐禅，就是什么都不想，就安住于这个法界当中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呢，就是可能有点这个困难的。有一些新闻记者呢，就是问一些那个海外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就是然后问高僧大德的时候呢，说我现在禅定的很少，就是尽量的就是弘法尼僧，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回答的。所以有些也有可能深深的秘密。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的话呢，真的有时候呢，就是尤其是这个现在是这个文史期间，然后就是这个放假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呢，每年当中就是自己在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啊，那这样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安住一下，就这个很重要的啊。就然后这一些这个居士啊，就在家人的话呢，我觉得是也一年当中呢，就是应该尽量的就是空出一部分的时间来，然后心里呢就是稍微这个观一下所修学的这个佛教呢，佛法的内容呢，就是在心里就是慢慢就是消化，就这样的话呢，就有时候就是这个思维的这种力量和这个修持力量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大啊。就这一点是我也确实有这个深深的体会，就是所以大家呢这个修禅呢，就是安住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整天的是随着分别念，随着这个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奔波的话呢，就是什么时候让这个了这个此事啊。那么下一个从这是啊，第六个也叫做是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啊，就是讲这个智慧波罗蜜多。若无智慧亦无多，不得圆满菩提果，故以方便三轮空，修此智慧佛则行。这个如果没有这个了知一切万法啊，这个抉择为这个空性的这种智慧啊，没有的话呢，那这个其他的不是持戒安忍精进精虑的这六五种波罗蜜多呢，就是其实不能真正的圆满，就是如来真的觉获得果位啊。就是我们前面也经常这个入众论里面也是提过，就是智慧度呢，就是没有的话呢，就是那就没办法就是获得这个圆满的这个佛果。此当一切之佛为智慧，佛为智慧树就是我们这个智慧品里面也说了，就是不是当一切之呢，就是佛陀是为了这个智慧波罗蜜多现前而这个宣说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这种这个智慧度的话呢，那就是这个这个六度呢，就是不能这个圆满的啊。就六度不圆满的话呢，就是佛果就是不可能这个获得的。所以一定要就是要这个求这种智慧。所谓的这个智慧呢，当然是有几种，就是世俗的智慧是了知这个世间万法的这种智慧。然后神意的智慧呢，就是了知一切万法这个空性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居什么皆依回向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相是神意和真是神意的这种这个智慧啊。就是还有一种智慧呢，就是饶益于情的这个智慧。那么饶益于情的智慧呢，哪怕是我们动到了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学问，全部是用到这个利益众生方面的，这就是饶益于情的智慧。其实饶益于情的智慧的话呢，我看每个人都是应该会记住的。当然就是最大的这种智慧呢，佛菩萨记住的。一般的一些智慧呢，就恐怕我们很多人你会木匠的话呢，就是你就经常呢，就是无条件的就帮助别人，就是做木工呢，就是也是这个饶有情的这个智慧。然后你会那个修电脑的话呢，就是就整天就是帮别人这个修电脑，这也是一种这个饶有情的这个智慧。就是所以说，就我觉得这个饶有情的智慧的这个范围呢，就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广，就是应该是非常。但是真正的这个神意的这种智慧呢，就是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呢，还是比较这个难以
了解的啊，就是难以了解的，因为他是这个叫做是三轮剃空，三轮剃空的这种智慧呢，就是佛的这个境界，菩萨的这个境界。月称菩萨在如中论当中也说了，就是游随欲随断合时，若比三轮游合的名时，名世间波罗蜜多啊，就是对这个就是朗修所修和这个修法修法也可以说，或者说是冷短缩短，就是短缩短的这种冷短的这种方式，这三者呢就是全部都如果有执着的话，那就是这就是世间的这个波罗蜜啊，就现在我们梵文人呢这三者的字要这个空的话呢恐怕是不行的啊，就三足皆空乃出世，就是三种自作呢就是全部空性，就这就是出世法啊，就这就是出世的我们真正的这个就是智慧波罗蜜多。那这样的这个智慧波罗蜜多的话呢，恐怕很多人就是现在呢就是所修也没有，能修也没有，就是然后那个修行，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修金刚萨埵的话呢，那么所修的法也没有，能修的我也没有，然后那个修持的这种这个所经处的罪障也是不存在的，就这三者不存在的方式当中呢，就是一种这个修行，就这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这种心思这个分别念，就是所以这样的这个智慧呢，在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知识啊，就他们都是没有的啊。世间人认为是现在很多聪明的人，具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认为是他是这个世上最聪明的。比如说以前那个爱因斯坦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是。那个世界上是最这个聪明的人，就是他认为就是他的那个智商呢，就是已经到160左右吧，就是但这个说法都是不相同的。但这些人呢，就是对这个空心法门方面有没有这个理解呢？就是绝对也是没有的。而且现在就是最近呢，就是也是大概在英国吧，就英国有一个小孩，就是两岁，就是两岁呢，就是他的这个智商呢。好像152啊，就是152，就是所以呢，还是就是蛮聪明的啦，就是就是当年的这个一些这个英国物理学家的话呢，就是也是150多的，就是所以他这种这个意思，他这种年龄的话呢，就是那一般来讲世界上是没有的，就是所以世界上认为是就是他是这个最有智慧的人，但他长大之后的话呢，就是到底怎么样也是不好说的，就是很多人对这种智商的评价方面的话呢，有些人认为是爱因斯坦是最高的，但有些呢就是也不这样这个认为的，比如说德国的这个歌德呢，就是他们认为是知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他的智商呢就是188，就也有这种这个说法。但我认为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智商是再怎么样刚才那个两岁的小孩的话呢，就是他们说是还是就是很聪明的。他在一岁的时候呢，就是跟别人也可以交流，就是他说是我是这个乔治呀，就是我这个如何如何。一般来一岁的小孩子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但他长大之后呢，就是真正是对人类就是做贡献还是做后腿呢也不好说。如果他制造这个什么一些科学的这个就是毁灭这个人类的一些武器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智慧的一点的就是没有这个用处，就是所以有些现在的这个智者，所谓的这个智者的话呢，并不是我们这个智慧波罗蜜多里面所讲到的这种这个智慧，真正的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那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自相续当中就是调整啊，对今世和来世都有利益的，对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世间万物呢都具有这个帮助的，这样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在我们世间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这样的远离一切，远离三轮剃空的，也就是说三轮剃空的这样的境界呢，现在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是不能这个进入的。但是我们呢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文思修行来祈求佛法的话，这就是智慧波罗蜜多。很多这个高僧大德们呢，就是也是这样这个说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真悟之前的话，那就是大家要这个听闻佛法，这就是智慧波罗蜜多。我想我们学院的这个文思的风气呢，确实是很好的，就是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呢，就是都有这个文法的这个兴趣和信心，就是这是非常好的，这就是祈求智慧波罗蜜多。因此阿底峡尊者也是说了，为真悟思想之前呢，需要这个文法，因而听说上师之窍诀。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证悟啊，还没有得到第一地菩萨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在这个不同的上师面前要这个温数这个佛法，就是温数这个上师的这个窍诀，就是那这种这个窍诀呢，对你的这个相续呢，逐渐逐渐都会这个有好处的啊，就逐渐一定会是有好处的。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夏拉瓦格西啊，就是夏拉瓦格西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为成佛之前呢，因学无止境，成佛至时方可完结，就是没有这个成佛之前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学习佛法呢，就是永无止境的。你成佛了以后呢，你的这个文思已经可以了。你们不要认为是啊，现在如菩萨心呢还讲不完呢，什么时候学完？学完了之后我再也不学了，那已经成佛了，就是可以了。就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话呢，还要学一年两年。无不达人什么时候学完？无不达人学完了以后，我要开始修行了。那天有一个法师的是给我们这个有个别道友的这个什么，我们在这个商量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哎，现在太累了，就是已经年龄不行了，什么时候你把相关章能讲了？快尿了，就是快讲完了就好了。哎呀，太累了，就是后来我也就是有点不高兴，你这当法师现在将近说法就是没有两三年了，您还在这个时候的开始说这些话，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光将近说法的自己接近20年了，但是还没有这个厌烦性，就是所以，你这种这个态度呢，就是不合理的。什么这个相关章呢，快尿了就好了。真的有些人就是这种这个说法是我不赞叹的，就是就不能尿了。相关障人讲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我们人还活着的话，那就是还继续要讲究，还要讲句式论，还要讲义名，就是你不想听的话呢，就你已经成佛了，就是不管了。那么其他这个还没有成佛的人肯定有的，是我们对这个确实说实话，有些人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汉地也好，藏地呢，就是一般当活佛了，或者当堪伯呢，就是从此以后就所有的这个文史的腰带呢，就是已经这个放下来了，就是啊，我现在当上堪伯了，就开始。除此之外，就是什么，就是制作一个就是说法书印就可以了。就是什么文思呢，就不仅仅就是这样，不合理的。真的，你什么时候就是得这个法师的学问呢，还要勇猛的精进，一直这个向上去。然后还得有些呢，就是已经这个具心仪式当方丈当主持了啊，从此之后呢，再不许这个不用这个学法了啊，我现在很了不起啊，就是然后就开始。走路的是跟以前的步伐完全是不相同的，那这样不合理的，真的是这些新闻呢，我绝对没有必要的，一定要看自己的这种这个心理有没有这个烦恼，就是你还要这个永无止境的去这个细究，就是所以夏拉瓦格西的这些教言呢，我们每个人应该这个记住，没有成佛之前呢，不要说是啊，现在是不是讲完了？讲完了就不学了，就这种态度呢，是凡夫人最不好的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这是非常可怕的语言。啊，所以呢，就是智慧波罗蜜多一定要问此修心啊。下面讲的是，就是第二个问题，也叫做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四法。首先，第一个是观察，应该观察自己的过失而断除。若为观察自错我依法心想心非法，是故恒舍身自己断除过患佛之心。如果我们没有就是以真知真念来观察自己的身体语言以及这个起心动念的话呢，其实表面上看呢，你是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修行人，你的心想呢就是修行人，可是你的这个心想呢不等于是真正的这个就真相啊，就是也有可能会变成这个非法性啊，就做一些这个非法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表面看呢，你是一个佛教徒啊、居士啊、出家人啊，就是看起来啊，真的是了不起啊。但实际上呢，你的心没有与法融入，这样之后呢，就是行为就是可能与佛法这个背道而驰，这种现象也会有的。前两天那个。一个就是评论这个书上面呢，就是说是在合肥啊，就是一个包珠公司里面，就是有两个和尚卖珠宝，就是然后那个新闻就是那个记者呢，就照片也拍下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和尚呢，就是为什么要逛那个珠宝店，那个就还要他们看一些什么那个金银的这个首饰啊、项链啊等等等，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当然也许真的是这个自相续当中就具有这个贪心的话，没有这个荣辱心的，也有可能就是，也有可能呢，就是他们到珠宝公司里面去，就是卖一些珠宝，就是供养诸佛菩萨。
这个不好说，就是但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外面穿着这个和尚衣服，但实际上呢就是行为是不如法的，有可能就是现在社会当中呢就是真的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复杂啊，就是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佛陀呢在音乐品里面也说了，说是应当这个观察自己合理和费力之事，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观察自己到底是做的这个因力还是费力的话呢，就是确实是有时候自己呢就是认为是自己修行人，但是呢就实际上不是这个修行人，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所以应该时时刻刻呢就是观察自己到底我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在那个说什么话，时时刻刻要这个观察自己，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以真知真念来审查自己。而且呢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我们要就是看看自己的这种这个行为，如果我们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与这个实践当中啊就是大家都是不能公认的，或者说是做的就是不如法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不一定这个发觉。所以吉天伦师也说了，就是实践所不信，观寻二色气，就是实践当中就是不起信心的起邪见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你通过这个观察或者呢就是通过行为呢就尽量这个设计。现在实践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这个有些时候啊就是恐怕是那个就是起邪见的就是现象是比较多的，因此我们现在要这个保护众生，就是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也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佛陀在那个应该慧海清文经吧，就是慧海清文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涵盖大乘之依法呢，就是即时观察自我而这个护持一切众生，就是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教言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涵盖了。怎么涵盖呢？以前上师如意宝在这个接近圆寂的时候呢，就是也说过，就是要经常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就要自己要问众，然后不损害这个众生。刚才清文经里面，慧海清文经里面也说的一模一样的啊，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大乘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前进完论的内容呢，就可以包括在就是。时时刻刻就经常观察自己啊，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呢就是护持一切众生的这个信，看众生呢就是会不会这个生邪见，众生呢就是会不会就是对这个佛教呢就是就开始这个起不好的这个念头，这些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这个设计，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有时候呢那个行为这个不如法的时候呢，就是点点滴滴的是让别人这个生起这种不好的这个念头，就是然后呢就是摧毁就是自他的。现在的有些这个佛教徒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是这个生活太奢侈了，或者是这个行为不如法呢，就是也觉得对这个带来就是人们的这种这个不幸或者是谩骂，就以及这个诽谤等等，就是这种情况都是也是有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修行人跟那个现在的这个社会也是跟那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两极分化就是特别的这种严重啊，就有些人的话呢就是生活太奢侈太富化了，那有些呢就真的是这个连这个吃饭穿衣的事就是成问题的，就是有你是说就是特别可怜了，就是就也是有一种这个饥寒交迫的这个感觉，就是虽然就是表面呢就是提倡就是大家的这个平等啊，就是一起这个发展，但实际上呢就是恐怕是没有的啊，就是有些这个领导的话呢就是吃一顿饭的是需要那个几万块钱呢，就是特别这个可怕，就是以前那个杜甫所说的那样，就是逐民救如出啊，如有动事故啊，就真的这个说法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富贵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吃不完穿不完，而且呢就是很多这个如啊就是一些食品的话呢就全部已经这个腐烂了，而门口上和这个外面的这个街上的话呢，很多这个冻死饿死的这种这个尸体呢就是也是这个非常多的，就这种现象是有的，因此呢就是在这种这个社会的这种欺骗下，或者是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也是随着这些人呢、就整天的是就开始这个不管是吃喝也好，或者是一些行为不如法的话呢，一方面是自己确实是这个孝这个福报啊，就是就舍弃自己的这个福报，就是自己的这个福报马上用完了的话呢，就是就不合理的啊。以前台湾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当时
也是个一个集团的这个老总，就是然后他特别的这个奢侈啊，就据说是他每一次那个喝酒的话呢，就是喝一瓶的是现在几万美金啊，就是特别吓人了、啊，就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特别这个害怕。那最后的话呢，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暴色了，就真的是世间所谓的这个路尽人亡啊，就福禄已经尽了，就是人呢就已经这个死了，就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因此我们这个作为修行人、出家人呢，就是大家都是要尽量的这个惜福，就是福报，尤其是我们这个吃饭上啊，就很多方面呢，大家都是不要这个浪费呢。就是我看我们这里有些部门也好，有些道友的话呢，真的现在还不行，就是有些就不节约，就食品都浪费呢啊，就有些部门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就各种各样的菜，哎呀，好吃呀，好吃。然后就是吃完了之后的话，全部哗倒下去，太可惜了。我那天去我们那边一个学校里面去，学校里面就好多孩子呢，就中午饭吃的特别多，然后吃完了以后，吃了一半就是全部倒在垃圾桶里面。当时我的心都是特别的疼啊，就是特别的疼。后来呢，就是我跟那个校长就狠狠的说了，你连基本的这种观念都没有的，就是现在你这个西方国家就特别富裕的，像这个美国和一些新加坡的这些修行人也好，在家人他们都非常这个戒慎的。就是你们凭什么？你孩子们穿的那么不好，就是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食品全部倒在这里，太可惜了，太心痛了。昨天的那个校长给我打电话，就说啊，现在我们特别戒慎了，就是让孩子们就是一颗米掉到地上的话，那就让它捡起来了。我说是你这个也有点过分了，就是掉到地上的话，那不卫生，就是有点这个。像新加坡的话呢，真的有，就是当时那个一颗米掉到那个桌子上，但那个桌子很干净，就不要紧的，就马上捡起来，掉下去了，马上捡起来就是吃，就是那这种有的。但是我像我们那个地方呢，条件很差，就是全是满地都是灰尘的，然后掉到那个地上，就是让孩子们强迫拉起来吃。的话恐怕不卫生的，但是真的，我们那个就是以后啊，就是大家这个道友们发心也好，就是居士吃饭也好，很多都我都经常跟那个一些居士啊，就是信徒，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垫的太多了，吃不完浪费了，就这一句话经常说，但是说了有时候起到作用，有时候呢起不到作用啊。今天是这个节日是多好啊，千百万年当中多难得，要啊，然后就。整个那个桌子上面都摆的这个不下，就是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几个人能吃到多少，就是最后全部就是剩下了，全部浪费了，这样就不合理的。就所以大家应该从小也好，就是现在那个修行人呢，尽量的一些这个其实如果这个食品呢、啊、做的太多了的话，那就不想吃了，人少一点的话，基本上能够的话那就可以了。就这方面大家就应该这个注意，负责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冰箱、冰柜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剩下来的还是这个放着，就是然后不过夜，就是尽量的就是吃掉，就是那这样的话就好一点，就是富贵的人也好，就贫穷的人也好，现在有时候看起来贫穷的人更那个奢侈啊，就是更无所谓的，就是本来包里面没有钱，但是呢就是他吃饭的时候要剩下好多好多的，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三宝的钱财啊，就这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是这个钱财，我们没有使用的话呢，真的有时候是非常痛心的，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前一段时间我了解一个附近的县呢，他们那个各方这个新市呢，就给他们捐来这个扶贫的这个衣服，就是然后县民政局和那个这个扶贫这个办公会呢，就是首先领导们他自己这个分，就是啊，这是这个羊毛羽绒服啊，就是这是给你，就是领导们自己分完了以后，最不好的一个衣服呢，就是再发下去，就是那些贫穷的这个人呢、啊，就是所以有时候现在这个上上下下都是还是非常的这个糟糕，就浪费奢侈，然后呢就是自己享受，真的有些这个释放信徒呢，就是所捐的这些钱也好，衣服也好，很多呢就是并没有用到，就是真正的道客，就是所以非常的这个痛心。不过我呢就是可能悲观主义者吧，就是看见今天也是不如法的，明天也能不如法的。按理来讲是按下面的宋词是不能看别人的过失，我们下面讲不能看别人的过失。啊，就是下面讲那个就是端出这个什么就是看别人的过失或者说别人的过失，我说了那么多班子啥都红。疑惑探讨菩萨果，自讲慧慧自供德，古语大乘住世佛，不说过失佛则行。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是如果啊，就是以这个烦恼引起自相续当中有嫉妒心啊，或者是一些以这个其他的这个烦恼引起说这个其他这个发过菩萨性的菩提性的这样的这个菩萨的过失的话呢，那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发就说别人的这个过失呢，
其实呢，就是自相续呢，就是会坏坏的啊，就是自己的这个以前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也是会这个踹坏的。然后自己呢，就是习惯看别人的过失的话，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不能这个增上的。所以，凡是这个屈辱大乘的这些师父的话呢，我们在实践当中是这个像如意宝那样的，像那个就牟尼宝一样，就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对这些人呢，就是不能就是做过失，不做过失呢，就是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行为啊，就不能做大乘菩萨的。那有一些人可能认为，对我对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过失倒不说，但是呢，一般没有就是特地的像这些人的这个过失呢，就是可以说吧。其实这个呢，我们很难以这个发现的啊，就很难以这个发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认识爷爷当中，尽量呢。就是叮咛这个诸佛菩萨念诵一些清净的这个金刚语的经典，然后呢自己开始这个发誓啊，就是就不受别人的过失。其实如果修行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学习论应该这个学习什么那个积极论当中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校正，就是应用这么一个校正，说是这个主以众三则叮咛诸菩萨。恒是意欲行，微错也不逊啊，就微错也不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白天晚上呢，就是这个三次的叮咛这个诸佛菩萨，然后呢，恒时的是以自己的这个所行所想。全部呢就是不逊别人的过失，或者说是别人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我们不逊找就是他的这个过失。这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倒是确实我们非常的这个欢喜。但是我们作为凡夫人呢，有时候是自己的这个心眼不清净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这个看别人的这个过失，这是不合理的啊，就这是不合理的。佛陀在这个迦叶千问经里面也是说了，我于一切有心生奔死相，就是我们呢应该对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就应该就是像奔释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像啊，就只有这样像的话呢，那就不会有这个任何的这种过失啊。看见就是今天这个看不惯，明天那个听不惯，就是这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修的就是确实很差的。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做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不去跟他再继续去交谈，就是这种这个修行人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比较就是多的。但是呢，我呢就是经常是可能是以前学过英明，或者是也什么其他的原因，就经常说这个不如法，这个说法不合理啊，就是这种想法都比较多一点。但从真正这个清净教徒来讲呢，就像刚才这个佛陀所说的那样，应该我们尽量的就是不逊这个别人的这种过失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观察这个自己的相续。就我们去年学的那个修行纪要里面也有一句话叫做不应受缺陷，全莫视他过，就不应该就是受别人的这个缺陷，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就是全力不要这个全力以赴的向着这个别人的过失，就是因为我们要向着别人的过失的话呢，不要说是凡夫人啊，就是甚至有些那个佛陀和菩萨来到你的面前的话，那就是也会这个说出他的过失，就也会这个说出他的过失。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这个说过失的话，那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那可能自相续呢，就是也会这个吹坏的啊，就是也会这个吹坏的。以前那个。有些高僧大德也是有这样的这个教言吧，就是比如说表面上呢就是看不出来，就是谁是这个菩萨，就是谁是这个佛陀啊，就表面上看不出来。然后从外面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有些是这个成熟的，有些是没有成熟的。我们去学这个亲友术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四种人呢，有些是内在是成熟的，外面没有这个成熟的，这是最容易这个毁谤的。比如说我是那个内在呢就真正是一个大菩萨啊，就是我是一个大菩萨的话呢，但我的这个外面的这种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很这个成熟的。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所以盖顿牌的很多教言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慧啊，就是慧这个覆盖的这个惑性一样的。那么表面上看呢，这是一对慧，就是没有惑。然后你坐在那个上面的话，其实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惑的，就是会燃烧你的。所以我们外面就是看起来呢啊，就这是一个普通的人啊，这只是一个凡夫的居士啊，你看那个。
句式呢，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个句式如何如何不好啊？就是我们去开始做过失。但是这个句式呢，内在是一个大菩萨，就是外面呢，就是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句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凡夫人是根本就看不出来啊！就真的大家呢，就尽量的不要这个说别人的过失。也许你觉得是他根本不可能是这个大成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是菩萨，因为你的他的这个行为是如是不如法的。行为不如法呢，也不一定。我们以前那个讲过那个印度这个八十位大成就者的这个传记啊，就是八十位大成就者的传记里面，真正这个行为非常如法的呢，就是很少的。有些是当屠夫的，有些是当那个妓女的，有些呢就是当那个。一些那个非常那个下贱的人，但是呢，就是内在的这种成熟和智慧呢，就是境界呢，就是远远的超过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些这个凡夫人。所以，我们哪怕是在这个这个街上啊，就是看见一些那个逃犯的这个乞丐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屠宰场里面的一些这个拉着打这个扫盲牛的，就是这些屠夫啊，就是原来我们就是去那个青海那边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看见了这些特别可怜，有时候呢就觉得也许我一个凡夫人呢，对这个菩萨正在度化众生呢，就是我可能生悲心，我也很可怜，就是就反观自己的时候也很惭愧，就是看别人就是行为不如法呢，也不一定的。以前那个卡拉瓦格西也是这样说过，就是开示大乘至上是外表为一岁不妙，不知内在迷已过前魔。观察上师过，就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因为开始大乘佛法的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就像印度大乘就这一样，就是也许他的这个行为啊，就是他的言论啊，很多地方是不一定是非常这个如法的，但是你前往的不要这个轻易的去诽谤，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在的这个迷疑啊，就是他内在的这种智慧和悲心，以及呢，就是他这个菩萨的这种力量呢，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人是很难以这个测度的，所以呢，前往的不要这个观察。凡是结果这个法院的这些这个上师们，所以对大乘这个上师呢，就是也不能就是随意的这个说过失，一说过失的话呢，真的是在自己的阿赖耶上面就是结下特别不好的这个种子，就是种下不好的这个种子，就是不合理的。因同样的道理，我们对这个金刚道友和对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友情呢，也不要这个随便的这个说过失，这样随便说过失的话呢，就最后那种这个习惯就是很不好的。以前上师如意宝给我们讲那个白衣经的时候呢，当时我们读法院，就是凡是任何一个众生呢，我不给他这个取外号啊，就是高个子啊、大个子啊、小个子、胖子啊等等，就是这些也不好。然后什么瞎子、聋子等等，就是这些外号呢，一律不取。就是当时我们读法院，但后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呢，也这个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呢，就是会所完的过后呢，就是马上这个忏悔。就是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道友们的话呢，也不要讲是这个人是恶劣的人，这个人是这畜落的人，就这个人是坏人。当然你是如果是真正是一个出于这个慈悲心，你是大乘上师的话呢，就是上师呢对这个弟子啊，就是有时候的话呢，就为了调整他的这个相续，就是调节他的烦恼呢，就是在这个批评介入他的这个过失，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以一些这个刺耳的这个语言来，这是阿底峡尊者也是开示过。除此之外的话呢，大家在说话上是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是以前那个记录原文的大书里面也有很多说过失的。那个公安吧，就是有一个人这个说这个佛像的这个无智佛，就是后来呢自己的这个树枝都已经这个断了。有一次呢，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对一个佛塔就好像就是觉得不满，就是这个佛塔太大了，就是后来他自己的这个下一辈子呢，就是专程就是身体特别大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是有这样的，就是有些人那个世界上是最胖的人是现在有这个1000多斤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有一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个人，就是他那个就是后来就是就越来越胖，就是根本没办法出门，后来就是他就家里死了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周围的很多人呢，把那个门和房子炸掉以后，把尸体就是拉到火化场去了，就是所以有些人就是身体特别高大的话，我觉得是可能这种业力吧，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说是什么佛塔太大了，或者是佛像太大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过失的。何况说我们平时在说话过程当中，哎，他的行为不如法，尤其是现在外面的有些句式的话呢，哎，说过是真的是他们是天才，很佩服的，就是什么语言的这个说得出来，就是很难听的这些语言，哎，这个是我说，这是有时候就是听起来的是
听都不敢听，就是不要说自己去这个参议，就是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真的这个佛陀也说了，像我和我这样的呢，就是可以这个了知这个菩提伽罗的相续，就是除非呢，就是一般的人就是不能了知，就是你看起来这个句式是特别的坏，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佛啊，这个人的奸计邪奸就如何如何严重啊，但是你这样说完呢以后呢，你的相续当中已了这个染上，啊就染上。你千万不要这个说别人，这个别人当然这个是有些呢，就如法的话呢，你也不会说过失的。但是呢，有些以嫉妒心啊，以嗔恨心啊，以各种这个心呢，就自己看不惯的是永远这个是看着是敌人啊，这个人如何好不好啊，就是永远都是有这个逆眼眼来看待，那这是真的不合理的。希望我们这个学习了大乘佛法之后的话呢，应该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呢，就是进一步的就改变啊，就不要这个随之以前只是在家的一些这个习气呢。始终都是要啊，就看别人的这个过失，别人的那个念声呢，就是有那个牦牛也是，狮子也是看得出来，自己的念声呢有牦牛也是看不出来，自己的过失呢像须弥山那么大的话呢，就是也看不出来，别人的这个过失的小小的这个微尘呢，就是现在这个物理学家所谓的这个原子或者是分子，就是最微小的这个这种这个物质元素的话呢，就是也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的走路啊，或者是这个人的吃饭的时候呢，他有时候的是吃饭的时候非常不舒服，怎么不舒服？他一口一口的吞下去，好像这个人就觉得是特别的不如法，说不出来什么，但是呢就是对他看不惯，就是这样不合理的。大家还是尽量就学习大乘佛法以后自己的信仰稳住，就尤其是别人就是讲故事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跟他继续讲下去，就是如果你不是管理人员，不是真正的一些这个法师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就是必要就是听这些的。尤其我觉得是你们这边普通的一些学习佛法的人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听别人的过程，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听惯了以后的话心里也不舒服，然后呢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变成了就是乱糟糟的了，就不合理的了，那就觉得是所有的这些道友呢，就是全是就像我们那个大圆满前行前面这个学习的时候呢，要观想那个上师呢，就是无尽莲华生大师，然后自己旁边的道友呢，就是全部是25大莲华生的弟子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弟子呢，就是他是这个布玛目者，他是什么一喜娘波，就是这个是这个迦那斯者，就是我们慈名这全是这个清净的，就是我们是极乐世界的上品菩萨、中品菩萨，全是菩萨。我们这么多的菩萨哪里有过失？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大家阿弥陀佛，今天讲到这里。Om Mahamantra Gara Banna Sadar Dham